新人王丹妮，他应该是下年的最佳新人。女主角真的很犀利，这些位置几次，讲嘢又几次，她压得住的，她真的完全相信她就是妹姐。女主角做得真的很好，她完全是做到有八九成阿妹的神韵出来，不怕说是有喊过来的。尤其是她穿婚纱在舞台走的时候，个新人丹妮做得好好，王丹妮好犀利，有好多角度都见到妹姐真系呈现喺眼前。佢演得炉火纯青，演出阿妹嘅神髓出嚟，好多嘅神情、讲嘢嘅语气，佢都捉拿得非常之好。我又唔知啦，声都未俾人靴过喎。佢演得好收放自如，喺佢两滴眼泪之中，你可以睇到佢嘅唔舍得同埋嗰种亲情咯。演员嘅演技，我系觉得非常之佩服。睇到佢系发自内心系好敬佩嗰种嘅演绎啦。即系女主角如果唔系做到咁高水准嘅演出，其实我哋就唔会入咗嗰个世界。你成个觉得好似阿妹翻生咗咁样，真系好似。他不是模仿阿妹姐，但他做得的神韵啊、气质啊，都做到出来。女主角做得真的很像她，同埋真实阿妹之前的片段一起的时候，你感觉不到她是两个人。我觉得王丹妮相信她落了很多功夫在里面，那些一举手、一投足啊，甚至说话的节奏啊、语调啊，那些都好像看的时候都不知道阿妹是不是活现在 screen 那里。